我喜欢游泳，差不多每个星期有两次，每次有一个小时。我觉得游泳对身体很有好处，还能减肥。我的朋友最喜欢打网球，他从大学打四号开始打，已经到了29年了，打得很棒。羽毛球有的他很好，但是我打得不太好，所以他常常叫我打羽毛球，好好休息，天天向上，再见。